好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呀？拜托老师帮我的父亲安装一个外星能量供应系统。我看到这边有个椅子啊，然后把你父亲那个灵魂呢引过去，然后外星人呢，他把那个电击贴啊贴到你父亲的那个左肩膀后面啊，贴上去了啊，现在检查一下那个电路上有没有电送下来。有电的啊，然后再检查一下那个有没有跟你父亲充电哦，数字显示了在充电啊，那个站好了啊，安装好了，现在同原来有点不一样呢，原来装了一个很口渴啊，现在装了一个基本上很平稳的过渡，口渴也没了啊，对，现在确实是有这个感觉。好，那么也就是说原来一个第一个变化就是口渴，现在这个口渴没了啊。但是力气增大什么，其他反正你有数了啊，对，好，那就这确样实，啊，我的那个痔疮也没了。对呀，对，好吧，好，对，老师，那个啥，我还有一个私人的问题。那我关机了啊，关机了我喂，你才还是，能听到吗？我能听到，那我关机了啊，能听到。关机以后我们。行。